迎收看百度世界2018三星电子杯世界电竞技大赛中国区锦标赛上海分站赛的比赛，马上送上比赛的将会是 RYHTP Sky 以及 Yuri 两位选手。而这场我们在画面上确实也是有看到 Yuri 并没有使用他的本族人类，而是选择在M 这张地图上面使用了暗夜精灵这一种族。出生在地图一点位置的是暗夜精灵，红色的精灵 Yuri 是出现在了这边，另一边看一下绿色的人族 HP Star， 这次的开局，人类开局其实没什么好看的。他刚刚应该是看到对方是用暗夜，我觉得 TM 这张图如果是他的话，应该会猥琐吧。对 ，TM 这张地图暗夜精灵还是相对来说获得有一定程度的先机，毕竟他是可以主动的去选择亮矿。而另一边，但是我觉得这张地图对于 HP 赛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啊。HP 赛是作为一个非常喜欢使用猥琐流，就是 Workshop 流的这位选手，还是。就非常的有利吧，因为对于矿点是非常非常的多，非常的让他善于以矿养矿，通过自己的防御塔一根根的累积起来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有预感这场比赛会打得非常非常的长。在 TM 上如果是用 NE 的话，是不是这名选手是有什么什么大招啊？这不一定， NE 选手其实对 TM 这张地图还是非常有感情的，只能说有感情，因为曾经这张地图 NE 真的是在上面叱咤风云啊。他现在打这张地图打人类也不是太难打，但是我作为暗夜，我觉得我最讨厌的就是在这张图上打。对，因为你打得晚，所以没有对那段时间有美好的回忆，你知道吗？先冷静点，冷静一点，冷静点。现在职业选手，然后会用猥琐，就心里很慌。现在有个很不好的情况，就这位选手很紧张。为什么他很紧张呢？我们看啊，下面这根进度条，然后再看这个人的，他都忘造英雄了。他是取消过了，对，他忘记造了。这个取消。忘记造了，我是不伤的，我一直很留意的在看着他这个，他就是忘记造了。他有可能在想到底出 Warden 还是出 DH， 出 Warden 还是出 DH， 想了很长时间，还是没想通，然后浪费了大概有10秒钟的时间，这很伤，那就一辈子不可能。我们看到这个 PP 在这边，他也没有用双敲，但是没有双敲，你能够练下来。然后我们看这个，这里暗夜这里是他有训练吗？他没有训练，然后他一样还是。造在家里的，而且是没有造在533。咦，这么稳的，这个还很少见的。不，他就练一练这个之后就直奔这里的呀。但直奔这里有个坏处，就是他就没机器人了。这个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他能够，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稳啊。有可能他也不知道对方会上来出现那么紧张的一个态势，把英雄晚到了。这个DH他是肯定不会知道，只能这样想。聊胜于无。不过他这个我觉得DH肯定抓不到他在哪里 MF。应该抓得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到他下面挂了一个小精灵，人类这里有个小精灵挂着，他肯定知道他没有练地精实验室，没有练地精实验室的话，对，可供选择的点很少，在 TM 这里，他直接就会喷向对方的分矿。TM 呢，他虽然说矿就练级点很多，哎，这里直接碰面。可供人类选择去练的点却很少，因为张我们看大法师在这里单练，大法师应该想是一个双线，大法师到这里来，然后下面应该是一个民兵加上 Fortman 的一个这样的组合去练上面的那个533。这个点真的我非常非常讨厌练这个点，对，打了又没什么东西，然后经验也不多，真的是就火气很大，百无一用。我们看这里 DH 就被 FM 给勾引了，你看他在勾引人家啊！我也发现好像是 FM 在他在勾引 FM。你要知道这五个副特曼他们的火力输出加起来估计100没有，70-80也有，但这个 DH 只有一个人，最多也就砍一刀30。但是 DH 跑得快啊，我觉得 DH 肯定可以降死一个，降 DH 跟五个人打也打不过，然后回去喝水，他有机会可以降死一个，然后自己挂了。我们看这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应该晚上是没有看到，对，看是没有看到。哎，但是 DH 也是想去买鞋，回程也买好了，就直接开始了呀。开始了，我们看到这个开始了，这个肯定开始了。到现在家里面还是没有。这个 DH 还过去是想买什么？买单船吗？卖掉了，回程卖掉了。好的，明明就直接硬来的，硬来了，硬来了，不跟你直接硬了。这里小精灵也应该是看到了。那这里我们可以先预告一下，下面两场比赛是星际的比赛。7个，哎呀呀，刚才操作又失误了，用单船没传上，直接操作一个失误。他本来落地在这边的话，本来是小精灵，这就进去了呀。这一个兵，我们看他二级基地还有多久？还有多久二级基地？哎，大法已经是到两级。这个 AC 想往外逃，这一般情况 AC 往外逃总是逃得掉，但这次 AC 往外逃一个没逃掉，连续三个 AC 全部死掉了，这个的确有点看不懂啊。而且塔已经开始起来了，这个比亚是不是应该动一下？造兵也好，他得造。哎，不能起来、啊。他是取消了，然后站起来。这个不能起来的，这个不造 AC 无解的，不要因为你死了四个 AC 不造 AC， 不造 AC 一点解都没有了。必须要造 AC。对，没有 AC 没火力输出，就 AC 要挡。
哎呀，这个点选我点选一半一半一半倒地，哎呀哎呀，五六滴血，哎，就进去了进去了，那就进去了呀，结束了，这么假的？拍戏啊？这兵营的确，你要在和大量的福特曼这样，的确兵营的可操，虽然说攻击力很强，但可操作性的确是和福特曼比起来差距甚远。那这样的话。快是一个被白人通过这个小精灵很早的就侦察到对方这样一个意图，但是就应该早点在家里造几个彼岸，然后这个不停出 AC 看里面是什么别圈、没东西，还是一个越界，就啥都没了，他因为别圈没造所以没办法造 BP、五根塔，这五根塔要起来了，这五根塔起来之时啊，也是罗瑞打吉吉的时候，这个是非常确定无疑的一件事情了。哎，这边农民没开自动，你觉得这场比赛的两个选手啊，应该说的实力水平差距啊还是比较大一点，我觉得如果是前面一场那个精灵选手啊和田径打的话，可能那个精灵选手有一点赢的机会，但是的确田径作为一个上海地区的一个知名选手啊，他的实力在这两场比赛当中体现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完美，对，至少他是可以就叱咤一下高校第一很长一段时间，而且主要我们更多的一些玩家还是会集中在高校群体当中，对，完了现在这三个哎还能围一下，还能围一下，好的，围住了，最后一看还是有一下操作，围住也不用打你，就这样围围就好了，这个用让塔来打他吗，这你太坏了，熊猫还是挂了，熊猫还是挂了，蝶曲想围一下，想过来降了，蝶曲想砍大法，每人都砍了一刀，这蝶曲心情很好，再围一下，没有围住，这个乱刀砍死了，不要围了啊，这就没救了啊，尤瑞今年的 WCG 之旅在这场比赛之后干脆的结束，好的，打最GG，我们恭喜一下田径同学 PB 来到第四，恭喜 PB 大